没人可以帮你们。你等着法院的人传唤你吧。方小姐，我是美乐公司的律师，这位是法院。方小姐，美乐公司现在以诬陷罪起诉你，这是法院传票。出事了，网上现在流传说秀英以前当过三陪女，还有裸照为证，这一切都是方子怡做的。怎么回事啊？秦总，对不起，我劝过子怡姐的，可她根本不听我的。他说要整垮那个安秀妍，他现在就像疯了一样。秦总，我好害怕。美乐公司已经报警了，警方看了照片以后认定照片是假的，分明是蓄意陷害。给我准备车。好，走。美芝，对，我知道了，我刚刚知道的。你准备怎么做？他是你旗下的艺人，我听你的。你想怎么办就决定了，我无所谓。那他会有很大的麻烦。所有事都是他自找的，是他咎由自取。但会影响你的公司。你不用担心我。好，那好吧。起诉他。稀客，进来吧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方子怡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公司旗下的艺人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会马上和你解除合约。你在威胁我呀？你无端端解约是要赔偿我的损失的。对于你这种品德恶劣的人来说，就算你不想解约，我的公司也永远不会再用你。我怎么品德恶劣了？你把话说清楚啊。你为了报复别人竟然栽赃陷害，这算不算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陷害安秀妍啊？我说是安秀妍了吗？你现在网上吵得最火的就是这事儿了，所以我这么说了。你想要证人是吗？进来吧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混账！先出去吧。你放心，明天我会给你安排给罗丽莎当助理。谢谢秦总。我散步的又怎么样？那个女人啊，敢做就不怕被说。可你这是在诬陷别人。你有证据吗？帮你合成照片的那个人已经被警察拘留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宋冰，对不起了，我只是不想输给那个女人。放手啊。宋冰，放手，我已经对你完全失望了。宋冰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宋冰。你真是无可救药。你本来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，你自己的才华，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。但是现在，你被你的妒忌、你的虚荣、你的自以为是，所有女人身上最不该有的缺点，断送了你自己。没人可以帮你。
你等着法院的人传唤你吧。我是美乐公司的律师，这位是法院。方小姐，美乐公司现在以诬陷罪起诉你，这是法院传票。美芝，哎，美芝，有事吗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我觉得我太冲动了，我感谢你对秀妍所做的一切，真的，对不起。我什么都没做，要谢就谢周静吧，秦松平也出了很多力，你去谢他吧。美芝。美芝，不能没有豆豆，到底有什么办法能保住豆豆？如果在一个月之内找不到合适的肝脏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已经加大了用药的剂量，到头了。现在应该马上找到合适的肝源。8月19号8点20分。安允进行2个小时的抢救，现在脱离危险，记得。秀妍，明天是你生日啊。你好，阿姨，要买什么？我就这些钱，你看我能买什么样的蛋糕？那边有样品，你过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怎么会这样？
怎么回事？我本来要去医院找那个女人的，啊、结果我车开太快了，有个女孩过马路，我撞倒她了，撞倒她了。你慢点说，我听不明白。我撞倒人了，我撞倒人了。啊？那当时有人看见没有啊？好像没有。姐，你是想坐牢还是想没事儿？子刚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啊！那你就听我的。命是保住了，可是，可是什么？可是什么？啊！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，也许一辈子也不会醒过来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变成了植物人。去买蛋糕，我应该陪他去吗？